新春祝福的节目给了慈济照顾户无限满足，更有意义是做好事不能少我一人，做坏事不能多我一人，启发他们广募慈济会员。照顾户林丽燕与智障的女儿勇敢发这大愿，招募无数位好菩萨。不是，就是尽我的能力去做就是了啦，因为他没有厘米嘛，坏十块都是嘛，一块也是嘛，叫我找得多不是，至少很多。接受慈济援助五年了，照顾户侯诗玉深感社会需要更多好人，去年开始劝募身边的11人成为慈济会员，今年许愿卡上他再度发愿募20份爱心。讲慈济咯，讲做人唔好做坏事咯，啊，尽量去帮人咯，能够帮就帮咯。嗰啲朋友佢好似听我讲到好好感想啦，想好啊，我参加啲好啊咁。做好事，75岁的吴连妮阿嬷不落人后，捐出储蓄多年的马币100元，有能力帮助人，她欢喜得歌颂慈济。慈济飞来，我有了大爱，从此有了快乐，不再悲哀。有热心人士啊，给我的红包啊，没有用到，没有拿来感恩。人人发心，招募好人，做好事，社会祥和才会成为事实。真善美志工郑六妹、苏永志、何永康，马来西亚吉隆坡报道。